買就大家都覺得是 AI 入面你必有的了。我們就比較喜歡一堆都是金融服務型的公司，有一間叫上一集著名基金經理黃國英英 Sir 提到長遠都還是看好美股，今集退休即滿分，繼續有他為我們盤點長盛長有和具增長潛力的美股。